But it almost broke our back. But if we didn't build that chip, I am sure NVIDIA would be dead today. It was one of the biggest gambles in our history. If that's the case, it hasn't been done before, it's incredibly hard to do. That market is probably $0 billion in size. We wanted to expand the market reach of our GPUs. They decided that we were becoming too successful and they decided to block our... We don't think that's fair. Back in the la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water comes into a machine, turn it into steam. In this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electrons come in, floating point numbers come out.2006年的秋天，大屏幕上播放着加速计算与现实模拟新纪元的 PPT。 一个穿着皮衣的男人站在 Supercomputing 大会的演讲台上，没有人打断，没有人提问，也没有人鼓掌，因为那年 AI 还只是好莱坞大片里的五毛特效，并且那时的英伟达就只是一个靠做游戏显卡为生的厂牌。那次大会之后，有分析师在播客里写道，黄总这次是走火入魔了，外界一片质疑，市场也并不买账，有高管在内部会议上当场拍案，我们的生存都是个问题了，现在居然要梭哈人工智能，简直是疯了。公司股东会一度传出要罢免他 CEO 的提案，虽然没成功，但是据员工回忆，那年的圣诞节他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几乎一周都没露面。大家好，我是 Stone， 今天我们聊聊英伟达老板黄仁勋是怎么从一个洗碗工穷小子一步步地把英伟达做成了市值超过4万亿美元的 AI 巨头的。小时候，黄仁勋和哥哥一起从台中搬到美国，住在俄勒冈州的一个亲戚开的中餐馆里，那儿是一片老工业区，屋后是货运火车道，常年混着一股铁锈和橡胶的焦糊味。他们没钱租房，就住在亲戚家，但条件是每天放学以后要洗碗洗到晚上10点，第二天早上6点起来做卫生。那年黄仁勋9岁，哥哥13岁。童年里他从没进过一家美国超市，更没摸过游戏机。爸妈为了让兄弟俩尽快独立，把他们送进了加州一所叫 Oneida 的寄宿学校。这学校说是基督教寄宿学校，实际上就是个穿着校服的少管所，学生里有一半是被家长送来的问题少年。黄仁勋多年后回忆，当时学校里没有辅导员，没有人安慰你，他是班上唯一的亚洲面孔，你只能硬撑下去。那是一段叫天天不应的时光，他经常遭到霸凌和种族歧视，但他也明白了，坚持和独立才能赢得尊重，以至于后来面对微软、Intel、Google 抛出的橄榄枝，他都一一拒绝收购，坚持独立发展，最终打造出了一个横跨游戏、科研、AI、自动驾驶的大生态。从那之后，他就走上了典型的技术移民之路，学电机，做芯片，加入硅谷。1993年，他和两个朋友在餐桌上画图纸，决定搞一家公司给游戏玩家做高性能图形芯片，这家公司就是英伟达。他们用仅有的4万美元注册了公司，没有研发楼，就把设备搬进其中一个合伙人的车库。那几年他们在和 3D Labs S3 ATI 死磕，但黄仁勋一开始就提出，我们不做便宜的，要做高端的，要做最快的。多年后，他在一次采访中解释了这个思路。Our purpose, almost all of our purposes, should be to go and do something that has never been done before, that is insanely hard to do, that if you achieve it, could make a real contribution. That market is probably $0 billion in size.Because it has never been done before. I'd rather be a market maker, market creator than a market taker. 这套打法让英伟达获得了一大批游戏厂商的订单。仅仅6年后，英伟达在纳斯达克上市，开盘首日股票暴涨64%。那时他只有36岁，市场称他是显卡界的乔布斯，但辉煌只维持了几年。到了2004年，手机芯片爆发。市场焦点从图形转向通用处理，而真正让英伟达元气大伤的是 GeForce FX 那次滑铁卢，直接让公司股价跌到谷底。媒体说，他是被时代抛弃的人。Our first chip almost killed the company.
It was called GeForce FX. I don't know if any of you have ever owned one of those. GeForce FX is a processor that, you know, it's a baby only a mother could love. I mean, it's... we took enormous chance in building GeForce FX, but it almost broke our back. But if we didn't build that chip, I am sure NVIDIA would be dead today. I am absolutely certain we'd be dead. It was one of the biggest gambles in our history. 在这之后，黄仁勋意识到只做游戏显卡无法支撑公司的未来。就在这时候，他决定搞CUDA。这是个没人理解的项目，让 GPU 这种原本画图的芯片去处理 AI 的数学模型。整个市场都在追移动端，他就偏偏不做手机芯片。他说，我们应该让 GPU 做的不只是渲染，而是能模拟整个世界。他在年会上花了40分钟讲CUDA，全场鸦雀无声。据英伟达早期员工回忆，台下有人说，CUDA就像个镶了钻的龙虾，不会有人愿意买单。随后的两年里，公司几乎没有利润增长，投资人催促收缩研发，几个核心工程师陆续跳槽，CUDA项目多次遭质疑，研发资源一度被抽掉。有人劝他适可而止，黄仁勋说，我们不能因为没人跟我们走，就质疑我们是不是走在正确的路上。而这会儿，自信的老黄还不知道，一个叫雷曼的兄弟马上要给他报波大的。2008年，也就是CUDA发布两年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游戏显卡卖不动了，并且还因为移动显卡缺陷的问题，公司支付了近2亿美元的赔款。这一年，英伟达的股票从39美元跌破6美元，市值缩水超80%。转折点出现在2012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科研小组用2块英伟达 GPU 训练出了史上第一个准确率超越人脑的图像识别 AI AlexNet。从那一刻开始 ，AI 研究开始爆发式增长，而能训练 AI 的芯片就只有一个名字 ，NVIDIA。随后，谷歌来了，亚马逊来了，微软也来了。据说在和谷歌的第一轮洽谈时，黄仁勋穿着皮衣出现在会议室，他指着模型训练图说：“你要的不是线性提速，而是算力的指数级增量。”2023年 ，ChatGPT 上线 ，AI 彻底出圈。百度、阿里、微软、亚马逊全都买爆英伟达的 GPU， 黄仁勋一战封神，外号 AI 军火商，英伟达股价一年内暴涨超200%，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半导体公司。当年的刷碗小工已不再年轻，但他依然身着皮衣。你可以认为他只是时代的赌徒，但你不能否认，我们今天正在使用的 AI， 每一个参数，每一个回应，都在他当年的冷门 PPT 里写得明明白白，并且这一回，时代补上了欠下的掌声。还想听谁的故事？在评论区告诉我。如果你喜欢这期的内容，欢迎点赞关注，你的支持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见。